器人会根据这个空间的大小自动的计算出我需要的调度时间，然后机器人还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检测这个环境中是不是有人，如果有人，它需要把对人有害的消费方式能够关掉，并且已经提醒它要离开。我是防暴公安巡逻机器人，警方提示，请大家戴好口罩，注意个人卫生，不要前往人流密集场所，身体若有不适请及时就医。两位大妈，请戴上你们的口罩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。别看了大妈，说的就是你啊，把口罩戴上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。